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斗阵来讲讲》，我是陈生。今天咱继续来看从阿大来的穆桂英夏南童，咱顶一回看到这外搬山的女仔主詹宏英，一直想要嫁一个那亲像杨文广安尼的英雄好汉。当伊知影俩个人就是杨文广以后啊，伊马上咱逼着杨文广就甲家己结婚。刚好这个时阵，就金宝带兵啊，追到外盘山。杨文广随嘴对詹宏英讲：“假使伊有法度让抬这赵金宝，家己啊就娶伊做某。”杨文广只是随嘴一讲尔的。趁这个詹宏英去甲这赵金宝交手时阵，家己真逃走啊！这詹宏英抬死赵金宝以后，才发现这杨文广已经逃走这消息。伊准备要去找这穆桂英讨这个公道。那穆桂英知影这代志以后，伊安怎来处理呢？咱赶紧来看。公天色，公地，公公公家的，我喜欢来到恁来公过永庆时段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今日咱阁继续来讲穆桂英夏南童这个评书故事的第二十回。啊！咱顶声讲到，当穆桂英要出关去解救杨文广时阵，一个士兵就走入来报讲，关门外来了一个乞死查某，讲是要见伊的大家穆元帅。穆桂英心想，自杀关外迄个女子到底是谁啊？伊甲杨文广又阁是甚物关系？来自杀关的目的，想要创啥货？再想来想去。一直想不明白的穆桂英即刻就传下将领，要亲身出去看一下究竟。出城以后，当穆桂英抬头去看到詹宏英这个五官甲体态生做粗枝大叶，又搁歪高翅出的模样，伊连当时也煞错了一条。迄心内想着，哇靠！迄竟然还搁有人比因大家王兰英搁较恰似的查某人。伊群情问。这位姑娘，杜姐，是你来叫声是无？哎，对对对，是我无错。啊你，又果是谁啊？本帅穆桂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我娘总讲是谁呢？原来啊你就是我的大哥穆桂英元帅。哎呦，做新妇的我，真正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下罪，下罪。我一讲到这地。詹宏英就赶紧摔钉地换，双脚去跪踮地面叫着：“伯伯在上，你未嫁门的家媳妇，甲你叩头，叩头喽！”这穆桂英一看，迄心内就想：“嗨，迄哪有人这大面神？这开嘴就叫伊是婆娘。”这个情景，让穆桂英连当时也煞唔知影要怎样去答应。伊就讲：“姑娘，请去。”请问你尊姓何名？叫何名哩？何方人士？为什么要叫我伯伯呢？詹宏英，伊先是报了家己的名哩，然后又搁再讲，伊阿兄名叫詹杰，字福生，兄妹啊两人伫咧这无盘山占山为王，结布济贫。搁说，詹宏英就从咱顶声甲大家人所讲的经过，安尼对头到尾拢讲出来，给穆桂英听。讲完嘞，詹宏英一起身，就去伊迄匹战马德胜高迄位，提来了赵金宝的人头，献在穆桂英的面头前，并且讲：“伯伯啊，只要你答应我，甲杨将军成亲，我一定会助力消灭南唐，赴汤蹈火。”说不行。穆桂英一边详细看了赵金宝人头，一边就暗暗的佩服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中豪杰，然后就讲：“张姑娘，你为我征南大军渡去一块半脚石，本帅在此向你表达谢意。啊，可是文公倒来到主察官之时，并无对我提起这条代志。搁再讲来，伊的人。”现在也无伫关内，啊，若无，你先倒去无盘山等消息。但本帅若见到文广的面，一定会问明原因，予你一个答复。你看怎样？
这詹宏英一听，迄就有淡薄晒太晒破了，因讲，迄只袂用的，伯伯啊，既然尤将军都已经倒来啊，你就叫伊出来跟我见一下面，和阮两人来当面对质，这敢毋是顶哪边？为什么你又要讲尤将军伊无伫咧即位？穆桂英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气，讲：“唉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文公在战场被三手将卢刚打中伤以后，就走往东北边的方向奔袭，即阵正要前往解救。什么呀？尤将军已经中伤？哎呦，啊，那是安尼，伊敢毋是真危险？”哎哟，我这个伯伯啊，伯伯，你为什唔量查对我讲咧？话一讲到这地，詹宏英是刷就徛上了阵马，对穆桂英双手一拱，即刻就拍马往东北边的方向飞奔地去。穆桂英看詹宏英愈走愈远的背影，心内暗暗的欢喜着，有一个这尼啊厉害。又搁遐尼啊痴心的女英雄，深深去爱着伊的兄弟杨文公。是啊，这人讲吸死查某的哥哥詹宏英，就是其中一个真好的事例。搁续落去讲，当穆桂英拄要收兵回关之时，卢刚就为大山排面一捆头就冲来到穆桂英的面前，安尼拍声拍手咪讲：“开，穆桂英！”你占我城关，杀我爹亲，本将军甲你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拿命来！话一讲完嘞，卢刚双手砰，一下就为穆桂英甲刺过去，咣当！穆桂英解开了双手以后，就问讲：“来者何人？叫何名哩？俺报就拿来！”本将军乃是湘江靠总兵杜刚，穆桂英，咔嚓。那么，咱讲这个杜刚敢不是去追杀姚文公？咦，为什么又搁再挖倒转来自杀关？因为啊，当杜刚接到山来以后，却找无着姚文公的人，到底是走位倒一位？看山四周围啊，拢是险崖绝壁，这无甲偌远的所在。又过一条大溪到饭店的路中，卢刚心想啊，姚文公已经受伤，伊就是擦失也难以爬上青天，伊真有可能是跌落去溪沟底，死甲无生无息。所以卢刚唔知我倒转来自杀关，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对付穆桂英。过来看伊两人。迄一出手就安尼轻轻强强，迄是拍甲有来有去，两匹战马也伫这战场顶面飞快奔驰。虽然讲穆桂英伊是大兵作战，伫精神状态甲行动等等各个方面也毋是遐尼啊霸定，但是伊迄支相当厉害雁翎刀伫对付杜刚迄两支双枪的过程当中，确实绰绰有余。三十几个回合过后，卢刚基本上也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这时的卢刚心想：“哎呀，穆桂英真不愧是一代名将，确实厉害，确实厉害啊！即使打你袂赢，我就阁用走山腿来取你的性命。这毒计一定就在两匹战马搁在一错顶的时阵。”卢刚就提出右边的迄粒走山锤，嗖！一下就为穆桂英的后脑给砍过去。人讲穆桂英也知影打到最后，卢刚一定会用这招独门的暗器来对付伊。只看到赵红飞的穆桂英，伊先是将头一个硬，然后将背一段，这个回合就真顺利的闪过了卢刚的头身。但是，和穆桂英无相交时，卢刚手内迄粒走山锤，迄唔那是会穿过球，而且阁爱西医科阁袂拍甲球。当两匹战马又搁在一错顶之时，已经是十分张持的穆桂英，也是被卢刚迄粒人甲出神入化走山锤，嘣！
雄雄都为家家心给牵落去。这一看到木龟的头壳，嗡，一个形就鲜血吐出来，大口鲜血。好家仔，好家仔，木龟的家家后有八层的家己保护的咧。啊，那无一声无死，则袂刷卡手，奈何也袂打粗嘴。这木龟一边收起了燕翎刀，一手去捂着胸坎，心内想着：那搁再继续拍落去，绝对不是鲁刚对手。这人讲：好汉唔食眼前亏，先回关，然后再搁拍死。是啊，这姓白乃是兵家上书，先保命较要紧。就安尼，木龟英赶紧叫人兵罗收兵，随后就摆阵离去。怕马来到朱雀关的城墙下面，木龟英渐渐就感觉，这心肝头就哪像是下伫咧倒迄一半的模样，嘴内也不能敢吐着一挂乌奶啊血。突然间，木龟英面头前一阵乌暗，这点的马顶轻轻掀了两下，就安尼当当的去跋落点土脚底。规个过城的士兵一看，迄就真斗胆去将木龟英给扶入到关内。迄关好了城门，然后就伫咧城墙顶面挂了一块面箭牌，来甲对方表示讲：暂且延期施工，明日再见。当鲁刚去看到这征南大军，迄竟然也挂出面箭牌了后，伊是甲真嚣掰讲着：哈哈哈哈哈哈！无想到。等你大破天门顶的剑神木桂英，今日会败在本将军的手内面。好，我就阁予你加我两日啦。三日后，我再阁来讨战。话一讲了呢，鲁刚是甲洋洋得意的拍马离开。在朱雀关的水营内面，当八贤王甲老太君这两个老伙仔，系看到受伤昏迷不醒的木桂英。是因是急甲六神无主，又搁摇头革命。军医来诊治了后，就讲木桂英虽然无性命危险，但是若要治好这个内伤，啊，就搁需要时日来慢慢啊静养。第时间来，绝对是无法通上战场去杀敌。又搁过去了两日，木桂英的病情照还是无甚物起治。啊，杨文讲呢？迄高大也唔知伊是生是死，八贤王就对老太公讲：，这场战事，迄是遐尼啊紧迫，若搁再拖落去，对征南大军来讲，迄搁是真不利。啊，若无啊，就派人都去京城讨救兵。老太公就讲：，还看朝中真是一挂有了年纪的老将，兵西王直称也被派去征战西夏国了。伊确实也想袂出，还阁有啥物人有法通来领兵出征？八贤王就继续讲：，唉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请万岁出旨去调忠孝王何延庆前来助阵。这老太君一听，马上就讲：，王爷，何延庆即阵正伫咧山西州下，伊敢有法通来？老太君啊！啊！贤祖谁是黑小王牌？啊！搁你招什么下？何延庆一声也无来，大宋江山啊，就保袂了啊！王爷，你讲得有道理。啊，那家呢，就请你赶紧写下奏旨，速速命人送往京畿。是啊，这人讲一探早，二探饱，迄救兵如救火嘛。写好了圣旨，八贤王就命令陈霸即刻出关。连夜赶路回京，出了城门以后，陈霸心想：看这朱雀关的军情是这呢啊紧急，迄行大路最少嘛着一日，啊那无，就为李龙山迄地有一条小路回京，上加做，迄半日就会到京城。就安尼呢，陈霸就转道往李龙山的方向，快马扬鞭，一路的飞奔。离去，当陈霸马不停蹄来到二龙山山脚的时阵，忽然间，伊是连人带马全落落去一个马坑内面，一个骑踮咧马顶的土匪仔头就大声喊着：“兄弟啊，快紧，
紧将大黑狗甲我摕来，千万唔通让伊走去。我一讲了呢，迄真紧就召集来二三十个土匪兵，安尼三刀头两本戟的，就将丹巴甲马匹拢给交起来到地面。这出了马圈以后，丹巴就去看到，迄个徛踮咧马顶的人，迄敢是德加尔泰布德好？丹巴心想，德好伊为甚物来到二龙山这做了一个山贼啦？啊，当一声，是要怎样办才好？这时阵，德好就真大意来讲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娘尊是谁呢？原来是丹总兵你啊！哈哈哈哈！丹巴。像丁声在朱察官之时，你为了救幽门公甲穆桂英，就去向八王爷告发了阮德家一个盗命状。今日真正是冤家路头话啊！你最万可能也无想到，咱会踮在这二龙山见面，天理真是天理啊！来啊，先瞧看伊的身顶。拢带有啥物？是这个罗兵一阵的所在了，就对丹巴身顶抄出来八贤王写予皇帝迄张诏旨来交予德好。随后德好就讲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影，你安尼走甲光平平，绝对是要回京城去通风报信。来啊，将丹巴押到山西。”交予大祭主德良心里，德好，德，我劝你唔通错上加错，以免将来后悔莫及。呸！阮德家之事也轮袂着你来驾驶，来，将伊带走。是，看迄阵土匪啊，迄一声答应，就连刀带伞将丹巴给押去到山寨顶面。啊、有一挂细心的朋友就要来问我讲：“喂，公公，啊，咱二龙山的大祭主，敢是你顶声所讲迄个叫做离婚的人？啊，其中啊，佫有一个二祭主名叫郭靖。啊，德良呢，伊只是暂时来吃瓦机，伊是要算老鬼。这又佫是从何来讲起？大家忙着去，听从啊，佫继续来讲耍落去。”我讲有一日啦，迄个不离有心机的德良，就去找德克曼，对伊讲：“贤妹啊，你看阿兄我现主时是朝廷的钦官，伯王爷到处拢要来掠我。啊，我若是甲咱阿娘离开了二龙山，就无地通去徛去。更加重要是，郭靖甲幽门公是换帖的好兄弟，万一若去予伊知影我进前所做的代志。”郭靖绝对是大义灭亲来退杨家报仇。爷妹啊，为了咱一家人的性命安危，啊那无，你就带郭靖去神仙谷，咱外妈遐行一转。即便若是撇过这个风险头，等咱阿爹若是办事回调，恁就倒来跟阮团圆。什么？阿兄，我是你的亲小妹。竟然想要将我赶走，要去，你家己去。叫咱有道是，有夫将夫，无夫就将兄。咱阿爹现主时的人无在这位，我的话就是命令。今日你唔去也着去。啊，搁有啊，在咱阿娘面前，你是唔通破茶连茶点也说破，就讲是你家己欢喜甘愿要去神仙谷探亲的。知影无？阿兄，无想到你竟然会这呢啊用心。好，看在咱兄妹一场的份上，我答应你。但是，小妹劝你，千万唔通歹事做尽，想要害人，最后去害了家己。话一讲完呢，德国人上啊去找郭靖，系简单的对伊讲了几句话以后。阿阿母两人就雄雄公公的离开了二龙山地面。狄良将狄玉兰甲高进甲赶走以后，慢慢的就开始反客为主。
一生是伫山寨内面培养了家己的亲信来架空李云的地位，又搁伫一摆酒宴当中，用媒婚约来将大寨主李云灌醉，然后就派了一个叫做刁霸的人，将李云给杀落去这青龙空的大坑沟内面，让伊死个不明不白。也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德亮伊自然而然就坐上了李梁山大寨主的迄个位置。但咱故事搁接顶声继续来讲，伫虎将陈霸甲掠到山寨以后，就赶紧来到主义厅对德亮讲：“大哥，拄仔我伫咧山脚巡逻的时阵，掠到一个奸细，互你又讲，伊是谁啊？嗨，李德啊！”有话就讲，有配金棒，你安尼一套一套，还甲我伫咧填包袱。你无讲，我袂倒会知影伊是谁呢？大哥，迄个人就是主察官的总兵陈霸。哒哒哒，这封配信就是我为陈霸身顶所抄着。大哥，你看内面到底是写什么？这狄龙接过了迄张奏折，拍开详细一看，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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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狄龙就拍声拍手咪讲：“呸！陈霸，你这个唔知好歹狗奴才，害我差点卜卜就去死在北贤王的手内。讲，北贤王派你回京要做甚物？这大太保又都是救兵如救火，看如今的主察官是危在旦夕。”你应该放下个人对木管所的成见，以国事为重则是。我这呸！我甲天波虎杨家有杀弟之仇，我绝无要去插管什么国事家事、人情世事。既是八王爷叫你要回家去跋车好宴请，这可苦小事，就唔免劳烦陈总兵你安尼辛辛苦苦历来历去，本太保。一定会派人替你去办理。我一讲了呢，狄龙就叫狄虎将陈霸给关禁在后山的一个山洞内面。狄虎将陈霸押走了后，狄龙一边去看到北贤王奏折顶面所写的内容，一边笑着：“哼，既是八王爷想要回家去讨救兵。”啊！我也来写一封甲伊意思相反的奏折去予圣上，就是安尼决定。随后呢，狄龙就特别写下了一张所谓的奏折。这具体内容是啥呢？神狄龙奉旨出征，来到前敌，直敌幽门公并无被敌军所擒，反倒是幽门公以贪图美色去投降了南唐。带了主察官收将吴坤之女吴金鼎作为夫人，因为穆桂英爱做心切，伊惊杨家去绝了后代，后来又在吴坤八半坑行下面，穆桂英也随杨孟公去投靠在南唐的阵营当中。当北贤王甲老太君来到主察官得地处事以后，老太君伊一怒之下，当场就吐血。第四，白贤王也因为嫉妒上逼，最后也气甲中风，一直卧床不起。现此时啊，主察官只剩阮的家人伫咧战场奋勇杀敌，目前命人将这条代志来禀告圣上在即，请万岁一定着对杨文禄将严加封闭，以防穆桂英内应外合，夺取五祖江山。目将狄龙俯首叩首。观众朋友，您看，狄龙的这封奏折，系确确实实是写甲有够恶毒，伊无非就是要借林宗皇帝手来除掉
天波府全家满门来为伊两个死去小弟报仇。写好了奏折，狄龙就叫来了狄虎，对讲：你咧啊？你即阵就去京城送批信。我的意思，你敢会明白？大哥，我唔免看你批信的内容，就知影你想要创什么。但是大哥，你安尼做，万岁伊敢相信？哼，有道是：良孝非君子，无德不丈夫。殊不义定，今晚你必须得将我的奏折送上京去。是，稍等一下，二弟啊，你若是到了京城，就将这封批信去交予顾问官，安尼就会用。千万唔通上殿去见万岁，以免露出破绽，知影无？遵命，小弟一定会见机行事，请大哥放心。狄虎一声答应，就摕着批信快步行出了聚义厅，换好了宋军的穿衩甲头戴了后，就骑上了战马，直奔京城的方向而去。狄虎披星戴月来到午门外，天也拄拄啊好是拍雾啊光。这个时间段也正是皇帝要上查条的时阵，当这个狄虎看到一个不离啊斯文的顾门官，去徛店的殿外的时阵。伊就验出了狄龙的批信，对伊讲：“大人，小人奉了你罗万岁之命，回京来送诏旨，前方军情紧急，久处国事。”话一讲完嘞，狄虎就赶紧就马，去走甲一支文书那下去。那狄龙所写迄张诏旨，是不是有法通去磨练林中甲将军来信？国事。亲爱的观众，今仔日的讲，从啊先为你来讲到这，咱下回再会咯。好，感谢从啊，今仔日的讲就先为您讲到这。这摆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物，大家拢会生分，有真侪关于这位女中豪杰的文艺作品，比如讲电视剧啊、小说等等。这个广告版本的《穆桂英下南洞》，大家听了以后感觉怎样呢？故事发展到这，是愈来愈紧张了。坐在看阮这部的朋友，千万唔通错过任何一集。假使恁有啥物趣味的广告故事，想要跟阮斗阵来分享的，欢迎敲阮两位热线0592530-1391来讲讲。好，上来时间，咱要上款用闽南话读古诗。今仔日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宋李公，经历千磨蚀千伤，历尽军疲水袖伤，但得众生皆得报，不是雷兵恶战勇。病久宋李公，经历千磨蚀千伤，历尽军疲水袖伤，但得众生皆得报，不是雷兵各战。在钓，你教阮钓活不死，比一条，比只大切一只。OK， 大人个来讲啊，别个龙叔，我就我自家名叫孙金环，小河区队长就。